咪咪早安。好，我们今天又到了美劳的时间啊。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特别的美劳课哦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先唱一首歌。好，王老先生有块地，他也很想鸡哦。好，来吧，来，王老先生有块地呀，咿呀咿呀哟。他在农场养小鸡，咿呀咿呀哟，这里叽叽叽，这里叽叽叽，叽叽叽叽叽叽叽。王老先生有块地呀，咿呀咿呀哟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帮我们王老先生来养小鸡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了一张白色的西卡纸，然后呢，妈妈准备了两把牙刷，还有小鸡呢刚刚孵出来，所以它是黄黄嫩嫩的黄色，还有呢准备了小眼睛，还有小嘴巴哦。好，首先呢，妈妈先来把它画一个王老先生的农场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它画一个农场哦，因为等一下的农场里面啊，农场里面要把它围起来，要不然的话不然那个小鸡就会跑出去咯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说小鸡这样的话，咪咪才知道小鸡要养在哪里。小鸡它刚开始的时候，每天它会到处叽叽叽叽叽跑来跑去。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用栏杆把它围起来，不然的话，它就会迷失了路它会跑到外面去的。这样的话，它就找不到它的主人王老先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看哦，我们做了一个王老先生的这个栅栏里面，然后呢，妈要给你好，给你绿色的，谢谢。这个是绿色吗？这个也可以，对。好，你看看哦，你要用绿色的，还是要这样子涂也都可以。这个。好，你要用这个土也可以，你看看哦，哦，有好多好多草，干，这个好像不是绿色的，来，这个用这个，用这个是吗？对，有绿色的哦。这边也有，有好多绿色的，来，还是这只给你。这只是绿色吗？对，有没有？哇，好，你看看，王老先生那里面还有很多的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做了好，首先呢，阿妈先告诉你哦，这两把刷子。这一把小的是咪咪的，这一把大的是阿妈的。那我们怎么来做呢？很好玩，你看看哦。好，我们先用这个颜色看看。等一下哦，等阿妈把它广告原料放下去的时候，我先示范一次，好不好？然后你等一下哦。你等一下再刷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妈先弄看看，弄一个的时候，然后你就这样刷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好，这把阿妈已经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换你，这个给你刷，来，刷这边，好，刷吧。对，刷圆圆的，对对。不
不可以刷什么？不要刷很大，好，这样就两只了，对不对？再来一只，好，在这里刷，哎，很好，然后把它毛刷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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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有毛哦，刷开，刷开，刷开，好，再一只，好，来刷开，刷，刷，刷，对，你自己刷，刷，对，刷，啊，不要刷去旁边，它就是这一只。好，四只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这里再一只，五只。好，再来刷，刷，刷，刷。哎，对，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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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最后一只哦，一二三四五，再一只在这里。好，刷。好，好，这样子刷。好了，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哦，我要再增加一点点的颜色哦。好，你坐好哦，我加一点点的颜色，你坐好。妈妈你要干嘛？好，妈妈加一点点的颜色来咯。妈妈你要用什么？你坐好好吗？好，好，你坐好哦。现在阿嬷在一点点的颜色，土黄色一点点在上面，然后你还是来刷，好，再把它刷开。我自己。好，来，你来刷，赶快刷。好。哦。好，这样刷刷，对，对。不要刷进去旁边，要刷在这个圆圈圈，刷在这个里头。对，这样子刷，不要用圆圈的，要这样子刷，这样子，这样，对。好，可以的，好，棒！哇，有五只小鸡耶！这五只小鸡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先去收拾收拾好以后啊，哈，等一下我们好，好，现在我们来贴一个好玩的东西。等一下哦，小鸡有没有嘴巴？嗯，好，现在小鸡在这里，嘴巴贴上去，来，你来放，好了，你来放，放嘴巴。看你要怎么贴，你放不小心弄到没关系，你就放下去就好了。好呀，好，再来一个。弄的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洗手啊。好，这边，好，再来一只啊、哦，好，再来一只，弄到没关系。好，哇，好棒哦！好，嘴巴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看我们压好。好，有压好啊、哦。好，最可爱的来了，我们要来贴眼睛。小鸡有没有眼睛？嗯，有没有？有啊、哦。好，每一只小鸡有几只眼睛？咪咪有几只眼睛？两个。对，两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妈给你哦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哈，你不要动哦。等一下，我妈来弄，你看。一只，这个可以打开吗？哎，你不要动，等一下，妈妈给你看。一只，它等一下就要粘住了啊、哦。再等一下。嗯，你不要动，它。
这个是谁呀？小鸡。小鸡鸡在干嘛？小鸡现在在干嘛？你看哦，等一下给你看。小鸡现在在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你就知道它在干嘛了。好，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给大家看看，咦，有没有小鸡？小鸡耶，好可爱哦，有没有？那你如果你想再大只一点的话，哈，来，你要不要再大只一点点？大只一点点。我自己旁边再弄一点，一点，好，来，给你。我自己要。不行。那阿嬷告诉你哦，你只能弄旁边，不要弄到眼睛跟嘴巴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再给你一点，好，刷一刷吧。哇，哎，刷到这里就好了。不要刷到旁边来，很好，这边也是。弄不小心弄到阿妈。哦，弄到阿妈手没关系，来，赶快刷，不要刷到这么长，小鸡小小一只而已，刷自己的就好了。不要刷谁的？不要刷到旁边的，你看这小鸡多可爱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可以吃吗？不能吃哦。吃会干嘛？可以摸吗？不要摸了。好，你看看，不要摸。好，哇！你看看吧，来。这边再补充刷一下，哇，太可爱了，小鸡太可爱了。好，来，这个给阿嬷，等一下我们去洗一洗哦。好，每次美劳课完以后啊，收拾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给大家看看。请大家看看我今天做的小鸡有没有可爱呀、可爱，我们一起来养它吧。好，拜拜。